哥哥们如果喜欢西西拍屏，可以去主页上面给西西的视频点点赞好吗？感谢哥哥送的粉丝灯牌，灯牌一亮，灯牌一亮，祝直播间的哥哥们前途无量，清华北大随便上好吗？来，直播间的哥哥们，咱们先干正事儿好吗？咱们先把赞赞往上搂好不好？对吧？你一赞你一票我一票，西西明天就出道，你不赞我不赞，西西何时那个叫什么？哎，是吗？是吗？帮我挪一下镜头好吗？来，那个主驾哈、啊，就把那个挪到主驾。这个高跟鞋太高了，真的是像踩那个高跷一样。哦，这个递给我一下。20000了，行，咱们20000赞哈，来，咱们继续把赞赞往上搂哈。好了。咱们继续把赞赞往上搂，点赞哈，两万赞的福利要开始了哟！直播间的人怎么越来越少了呢？20000赞的福利已经到了哈！你们这椅子怎么调的这么？你们谁在这里面睡觉吗？来，20000赞的福利到了哈！20000赞的福利已经到了哟！直播间怎么人越掉越少了呢？直播间的人怎么越掉越少了呢？直播间你们怎么回事？想要福利吗？想要福利咱们就搂一波，想要好吗？等一下那个福利做完了以后你们又在那里说，对吧？来，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四川宜宾建国别克 4S 店哈，左上角没点关注的咱们点点关注哈。这我坐的这个车是咱们的别克君威1.5T 白色的哈，1.5T 白色的，指导价是198800哈，198800。镜头左一点，你要给摄影师加鸡腿呀。咱这就是临时的一个摄影师哈，你们想要镜头近一点，你们得跟那个摄影师说呀，对吧？你们给摄影师哥哥小哥哥加一个鸡腿，他就给你们挪好吗？来，咱们别克君威哈。君威全系标配了一个那个 9AT 的一个变速箱，还有那个后视镜的流媒体的一个功能，还有就是那个手机无线充电，还有电动后备箱哈，电动后备箱这些都是标配哈。来，那个倒数十个数了哈，10, 9, 8, 7, 6, 5, 4, 3, 2, 1，好了哈，那个咱们直播间，那个给你们说一下，咱们直播间咱们君威的全系优惠是5.3W 哈，全系优惠5.3W。想要更多优惠的，咱们左上角哈，左上角双击头像发留言哈，左上角双击头像发留言。那个挪一下镜头，我要出来。来，哥哥们想要30000赞的福利，咱们就蹲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就刚才那个地方。想要30000赞的福利，咱们继续把赞赞往上搂哈。想要30000赞的福利，咱们继续把赞赞往上搂，好吗？来。要点关注哈，点关注不迷路，没有碰掉漆是吧？来，好了吗？能看到腿不？能看到腿不？好了，来左上角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哈，对吧？那个往这边移一丢丢，不是那个可以转的嘛，往这边。好了哈，来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四川宜宾建国别克 4S 店哈。左上角没点关注的，咱们点关注哈。想看什么车型，咱们可以把想看的车型打在咱们的一个公屏上哦。这多高？你们可以猜一猜。你们可以猜一下哈，人家都说女生的脚35码是可爱。36码是性感，37码是妖娆，38码是迷人哈。你们可以猜一下，这个西西的脚是
多长的，西西的脚是多长的，然后这个鞋子的这个跟儿是多高的，你们可以猜一下好吗？上班呢，把鞋穿好。我不呀，这是我的直播间，我想穿就穿，我不穿就不穿，大哥。30000赞的福利，大哥们要搂不？要有了30000赞的福利，咱们才有40000赞的福利哈。有了30000赞的福利，才有咱们40000赞的福利哈，好吧？点关注不迷路哈，西西在榜二哈，西西在榜二，喜欢西西的，咱们可以去，我们是蹭。37/10厘米吗？37/10厘米，只有这一个大哥有答案了是吧？哎，这个袜子太滑了，这个袜子太滑了。想看什么车型？咱们把想看的车型打在公屏上哦，大哥们，对吧？咱们这里有那个君威哈，咱们有卖的最好的，这个君威是咱们的那个店里面的销售冠军哈，君威是咱们卖的最好的，然后还有就是君越。君越呢是一款宜商又宜家的一个车型哈，宜商也宜家，2.0T 的一个排量，2.0T、1.5T 的都有哈，都有。然后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君威，君威的话呢 1.5T、2.0T 的也是有的。然后还有就是咱们的威朗哈，威朗的话现在英朗不是没有了吗？英朗不是没有了，现在就是咱们的一个英朗哈，不是。英朗没有了，现在的最低配哈，别克最低配的一个车型，最便宜的一个车型，就是咱们的一个威朗哈，威朗的性价比比较高哈，乐享型10个左右落地，然后那个叫乐逸嘛，乐逸型9个多就可以落地了哈，9个多就可以落地了。摄像小哥在旁边吗？没有哈，摄像小哥没有在旁边，我们今天周一哈，那个销售都比较忙哈，所以说只有我一个人播，销售都比较忙，只有我一个人。怎么了吗？你们是想看要摄像吗？你们是想要看摄像是吗？怎么回事？赞赞怎么才22000啊，大哥们？直播间的大哥们，你们行吗？可以呀，咱们30000赞赞哈，可以哈，咱们把赞赞往30000赞搂好吗？咱们的赞赞往30000搂好吗？我不倒数你们的这个赞赞就不行哈，直播间的大哥们你们不行呐。来，黄队长什么离了没有？什么时候还离？40000赞赞哈，40000赞赞，对，指甲油已经没有了哈。你能下轮胎吗？咱们这里有备胎哈，哥哥，我们别克的所有车型咱们都是有备胎的，但是咱们的备胎不能够把它当成是正规人那个正常的一个轮胎来用哈，你们换下来的备胎咱们及时得去把它那个得把就及时的去买一个新的轮胎哈，去买一个新的轮胎。我变了，强盛集团我怎么变了？是变得更漂亮了吗？是不是变得更漂亮了？主播去过水富吗？去过呀。站起来，站不起来呀，黄队长。来，去过水富呀，站起来，站不起来哈。鞋子是几公分的？你们猜呀，你们可以猜一猜，咱这鞋子是几公分的？你们怎么回事？这个站站呀，你们行不行啊？直播间将近500个大哥，你们不行呐，真的是。来倒数了哈，去泡温泉吗？不泡温泉哈，不泡温泉，我们只去吃那个把把烧哈。我们只是去那个把把烧。来，十，你们真的挺专业的哈。昂扬是什么价位的哈，哥哥？我们店里面的这个现车昂扬是19.99万的，咱们昂扬的一个价格区间是从15万多到咱们的一个17万多，15万多到17万多。然后呢，昂扬在我直播间现金优惠是5个 W 哈，3个 W 哈，哥哥们口误了哈，口误，3个 W 哈，有优惠，有优惠哈，有优惠，3个 W， 直播间的优惠是3个 W。如果你是想要更多的优惠，咱们左上角双击头像发留言哈，双击头像发留言，咱们悄悄谈好吗？哥哥们，想要最低优惠的，咱们悄悄谈。
这个价格我绝对就是给你们的价格绝对是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那当然只能给你们一个人，知道吗？知道不？好吗？卖个出租车多少钱？我们这里没有出租车哈，我们这里没有出租车，摄影师加鸡腿，加呀！你倒是给摄影师加呀！咱们话说出来，咱们就用行动哈。对，咱们直播间的大哥们都是那个什么，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对吧？对，专骗我们这种就是主播，来。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四川宜宾建国别克 4S 店哈，我是大家的主播西西。真有摄影师，那必须得有摄影师啊，难道你以为咱们摄影师是假的吗？来，再往左一点，摄影师他叫你再往左一点，不可能哈。昂科威中配是多少钱？浮尘大哥，浮尘哥哥，你想问的咱们的昂科威的中配是昂科威 S 的中配还是昂科威 Plus 的中配呢？咱们昂科威有两个哈，咱们昂科威有两个，就是一个 S 一个 Plus， 而且你想问的是咱们 1.5T 的中配还是咱们 2.0T 的中配呢？哥哥们，关于就是价格方面的，咱们左上角双击头像发留言哈，咱们双击头像发留言哈。你们别克怎么没有这里的腿啊？你们那里的别克是哪个地方？是哪个地方？是哪个地方的别克？来，现在卖车真的是太内卷了，我跟你们说，现在4S店不标配一个主播那都不叫 4S 店，知道不？咱们 4S 店必须得人手标配一个主播哈。来，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四川宜宾建国别克 4S 店。那个想要最低价的哥哥们，咱们可以点击咱们的蓝色小雪花哟，右下角的蓝色小雪花咱们可以点击哈。来，怎么这个赞赞怎么才27呀、啊？赞赞怎么才27呀、啊？你们那个赞赞怎么回事？站一会儿哈，站一会儿，不是你们觉得我很矮哈？站一会儿，那个镜头推进一点，站着的时候，来点点关注，点点赞，27怎么倒数五个数哈？好了，咱们倒数五个数了哈，倒数五个数，怎么还没到3万呢？来。五，不是卖车，你这里是卖车吗？你们敢不敢到咱们店的地址来，对吧？咱们地址是在四川宜宾建国别克 4S 店，地址是在临港的购装路一号。你来这里，你看我卖不卖车给你，好吗？对呀，我这里不卖车给你，难道我卖人给你吗？是吧？咱们这别克几万块钱，对吧？首付就2-3万块钱，或者是零首付都可以。咱们不卖车，卖什么？